OK 啊，来大家看一下啊。所以呢，这里啊还有两个词啊，chromosome 23对，对不对？然后我们是不是每次写哦，不算，Darren 不算，那一个是天生的，到现在为止啦，其实没有人OK，等一下我讲完这个啊，这个问题也是问到很好。OK，看一下啊，所以呢，我们有40。我们每次写44加 xx，或者是44加 xy，对吗？其实呢，大家注意啊，还有名称呐、啊。这44是普通的身体上的那个其他chromosome，我们叫他们 autosome 吗？OK，xy 是断定性别的，我们叫他们 chromosome sex。所以其实 chromosome sex 只有两个，autosome 有44个，知道讲过吗？大家，sex chromosome 正常的啦哈。只有两个，autosome 就会有44个，OK？啊，说 autosome membawa gene 什么呀？mengawal sifat seperti warna mata 啊，这些啊，哦，能不能肉汤啊等等的。sex chromosome 是carry genes that determine gender，OK？、Okay? 它的 gene 啊是 menentukan jantina 的，男生还是女生这样，OK？啊，所以呢，俊轩问的是啊，好像那个疾病哈、哦，诶，疾病，sorry 啊，我讲的名字出来。不要紧哦，因为说这个问题很特别嘛。如果是好像和、哦、我们讲，哎，这样，这个叫什么？homosexual 叫什么啊？我想不到华语。大家，homosexual 叫什么？OK，同性恋呢、啊？这样它是有什么东西吗？或者是有什么会问有什么问题吗？OK，其实呢，同性恋呢，它不是。这个 chromosome 或者是基因上的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任何基因上的这一个不一样，好、哦，所以也就是讲它比较是一个，也不是讲基因上的不一样还是什么，它没有真正的一个 gene 去断定的，哦，所以它不是一个疾病，诶，它不是一个疾病。它不是因为好像 X、Y 啊，有什么不一样啊，等等的讲哦。然后呢，现在很多国家他们都承认了嘛，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就天性的这一个天性咯，它就是一个天性咯哈，就是这样啊。其实有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实验呐、啊，发现到，诶，是不是很久之前？等下要关掉的名字你知道了？OK，来，mitosis 还有 meiosis 有什么问题吗？OK 啊，OK，它的重点在这边，这个没有画到。说、so, mitosis 啊，郑重的再强调一次啊，所以不熟悉的来听啊，其实它真的很容易的哈、啊。mitosis 哦，是用来坏了生回去，因为它生回一样的，要生回一样的叫 mitosis。OK，就是你的手啊受伤了，要生回一样的皮肤。你正在长大。你是一样的人来的嘛，对不对？就用 mitosis 说成长，还有取代那些死了的细胞啊，受伤的细胞，那些是 mitosis。meiosis 做么嘞？meiosis 完全就是繁殖罢了，它的功能。meiosis 发生在哪里呢？精子和卵子，应该是讲 meiosis 发生在哪？如果是人的话，发生在睾丸和卵巢。如果是讲地方啦，哦，但是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只有两个啊，在人类身上啊，谁不懂啊？现在最后了啊，meiosis 上面有什么啊？哎，meiosis 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啊？是精子和卵子啊，知道吗？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 meiosis，OK？、Okay? 但是呢，有一个现象啊，繁殖也是用 meiosis 的，知道什么吗？有一些生物繁殖是用 meiosis 的，知道什么吗？有没有人给我一个例子一下？有什么生物繁殖是用 meiosis？有什么生物繁殖是用 meiosis 来繁殖的？大家有吗？有什么生物繁殖是用 meiosis 的？meiosis？有人要回应了，没有人回应哈。有的，你会了，相信自己。敢来 type 下去，type 不了，来，错了不要紧啦，来啊，有什么生物？OK，再来，有什么生物繁殖啊？要讲啊，产生下一代是用 meiosis 啊，繁殖。
赶赶来再来，我看到一些答案了，还有吗？有什么生物繁殖下一代？这个生物你放慢就学了的，不是这个，这些生物繁殖下一代用到 mitosis。OK， 再来，再来啊！注意啊，它是繁殖啊，但是用 mitosis 哦，就讲它孩子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啊。Yes， 答案我先讲其中一，我先讲其中一个答案，你就知道是什么了。这个。记得什么吗？就是基本上画出来就是这样。阿美巴，阿美巴好像叫变形虫啊，它的华语。OK，Paramecium， 记得吗？这些 ，OK， 这些的繁殖你记不记得？它不是一分二罢了吗？对不对？哦 ，OK， 我乱乱画的啊。Paramecium 还有这样很多猫啊，大家有印象吗？因为它的繁殖是一分二。出来的东西哦，是跟他妈一样的嘞。这样的话是不是 mitosis？ 所以 mitosis 也是有用在繁殖，不过不是人啊，不是这种复杂的生物啊，人啊、植物啊、动物啊，全部不是啊。应该讲那种你看你肉眼看到的全部不是啊。OK， 啊，繁殖如果用到 mitosis 是那些细小的单细胞生物啦，哈，很多 amoeba、paramecium 基本上。OK，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有问题可以问啊。OK， mitosis， 所以这个阶段哦，我跟你讲是要读了，是要背了。以前我讲读嘞哈，我它只有四个名字罢了，讲真 ，pro meta ana delo pro， 你这样记了哈。如果你有你的方法记了，你就用你的方法记 ，OK。可是这个我确实是每次那种考试前我会折起来那个书的角落。考试前我要再看一轮那种来的 ，pro meta ana delo， OK， 上面是 mitosis， 下面是 meiosis， mitosis 最简单，四个过程就搞定了。meiosis 啊，有 pro meta ana delo 一，然后 pro meta ana delo 二，它有这样的 mitosis， mitosis 有分两次，meiosis 有分两次啊， mitosis 一次罢了的。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 pro meta ana delo 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来 pro 的时候做什么啊？Pro 的时候我是不是讲、哦、原本他们全部是线条来的，对吗？ OK， 就是在 Pro 的时候他开始变回短，收集回来他的脚啊，然后嘛远远的回来，然后变厚，现在看得出了 Gelasca Lihatan， 他会变成这样啊。 Pro 的时候他会变成这样， OK， 就是他画的话他是变成这样的啦。 Pro 的时候啊OK， 所以呢clear 掉下 Mandate dan menerbau shorten and thicken and later become visible， 看得到了。 OK， 每一个 chromosome 现在呢在这个阶段它也是有两片了它已经复制了，所以它有两半，它变 ribbon 了，就是讲还有两个 chromatic yang berchantum pada centromere， 记得吗？ centromere 是中间，所以它会有两个 sister chromatids join at the centromere。这个阶段的 Pro 啊，除了边看得到边厚边短看得到，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啊，跟第二个轮动开始形成，看到跟第二个轮动在哪里吗？那些这个啊，它啊 spindle fiber 就是这个啊，我用什么 color 好嘞哈？我用圈的比较好了哈。spindle fiber 是这个啊 ，fiber 就是它的那个线出来了，它等下会去抓住 centromere 的，知道吗？看到这些线吗？这个叫 spindle fiber， 从这边没有画的哈。知道讲什么？跟电个轮动啊，跟电嘛啊，纤维啊，纤维开始形成了 spindle fiber。OK， 再来还有各种三个东西啊，变短变看得到 spindle fiber 出现 ，nuclear membrane 开始看不到 ，membrane nucleus 啊开始分解了，就是讲原本啊细胞里面是很明显这样，对不对？现在你看到哦，就是 nucleus 啊，它的那一个皮啊开始变不见了。开始变不见那个皮 ，nucleus 的皮，三个东西看到吗 ？chromosome 变短变厚看得到了，纤维开始形成，等下抓住 centromere 的纤维开始形成 ，membrane nucleus 开始分解，三件事情发生在 pro， 知道重点在哪里吗？会看吗？给啊 ，meta 发生什么事 ？meta phase 的时候两件事情，第一 ，chromosome 排好好。在赤道 Cartulistiwa， 你看到吗 ？Cartulistiwa，
chromosome 排好好在赤道。OK， 第二，那个纤维 spindle fiber 粘住它们各自的 centromere 了，两件事。因为它会叫你解释那个阶段的，所以你要懂每一个阶段重点在哪里。第一个阶段不用写这样长的，你知道吗？你讲每一个 chromosome 啊，有两个 chromatin 粘在 centromere， 不用管它的，不用写的那个，因为不我没有讲到那个是重点，对不对？给啊，所以第二个的重点两件事啊 ，chromosome 全部排在赤道 ，spindle fiber 跟第二个轮动啊粘住 centromere 了。OK， 所以 pro meta ana ana 发生什么事情啊？被拔开 ，centromere 分两半 ，centromere 被拔开啊。OK， 他们就就重点就是被拔开，他们会移去对面叫 good cell burden 档案 ，OK， 或者是叫 polarization， 他们会 move towards opposite poles of the cell， 就这样。centromere 被拔两半，然后他们移去两极，这个是第三个阶段的重点。centromere 被拔两半 ，anaphase 啊，然后移去两极 ，OK。第三个我们要看下一面先，其实这个 pro meta ana 我们看 delo 先啊，最后啊这个 delo 上面的 delo 啊 ，delo 发生什么事情？这边 chromatin 到了两极，这个时候啊 ，OK telophase 的时候呢 ，chromatin 到了两极，然后 membrane 开始回来了 ，nucleus 的 membrane 啊，还有 nucleolus 啊，开始重新形成。因为你记得这个是 nucleus， 其实这个整个都是他的大脑来的，你记得吗？啊，现在它散开来了，刚才现在它开始表皮开始形成回 nucleus 里面还有一个大脑的哈，大脑里面还有个总还有一个总部，这个 nucleus 开始形成回 membrane 也是开始形成回 membrane nucleus 啊 ，OK， 然后完了啊 ，telophase telophase 完了 ，OK， 切两半这个过程。怎么这边没有的、啊、我要想它名字叫什么了啊 OK 这个 过程有个名字 cytoplasm 开始 分裂所以刚才、哦、其实是那 nucleus 在分、啊、那个 cytoplasm 还没有分 cytoplasm 就是旁边的灶你知道吗、啊、cytoplasm 现在分开 OK 然后出现了两个 cell ana 现在这两个、啊、跟原本那一粒是一模一样的、啊、知道吗它基因是一模一样的 OK 然后呢原本啊刚才第一粒46粒 chromosome 现在几粒啊还是46粒知道我讲什么吗你知道做梦吗因为刚才人家降46粒吗刚才啦诶我画给你看啊一开始的时候啊它的46粒是长这样的现在46粒是长这样的还是46啊明白我讲什么吗大家请你记得啊说这个46叫什么呢叫 diploid他没有讲到 ，diploid 就是 2n， OK， n 是人类的话是23，就是46粒咯。diploid 啊，马来文也是叫 diploid， OK， 知道我讲什么吗？原本的那一粒也是46粒，但是它46粒是将的，现在也是46粒，不过它的46粒是将的，所以还是46啊，明吗 ？OK 啊，这个叫 diploid 啊，它出来的孩子 ，OK。meiosis 我们下一次继续 meiosis 你去读啊看看它差别在哪里我跟你讲 pro meta ana delo 是一样的我跟你讲有一点小差别吧它排列不一样吧排列该是全部打中间排哦现在是一堆一堆排那个是 meio 的第一阶段 OK OK 啊就这样先啊大家我们先到这里先啊消化啊这一课蛮重要的OK 我现在把它放上去我们剪到这里先 Bye everybody 我把它放上那个 Google Classroom